真的在百忙中还莅临我们业绩的会场。我们主委献上我们平埔的铜冠哈，然后呢，代表我们市长也是我们平埔的一族，对不对？台南市北河区六 K 夜祭，十月十八号暗时伫个六 K 公街来登场。六 K 夜祭同时也是今年北河文化季的最后一场活动，伫个下晡聚会动员的花火就先传来到社区。你为着要让游客进一步来认识西拉雅文化，含着夜祭传承，社区内也安排有特别体验夜祭花烤 DIY。路边的野花苗，现在就是这几种色啊，你看几多卡？路边的野花苗材，大家掌声欢迎！来啦！啊，这个文化是真值得咱保存啦。哦，啊，所以我看到包括北投洋的人嘛来这看曲，啊，其他的这个平埔族嘛来这斗老热。哦，啊，这大家互相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台南市原住民的文化。看到今仔个这场面吼，尤其咱参拜着这个太祖五姊妹，哦，伊。比如着咱地方北部文化的延续甲传承，哦，这是足非常的重要，哦，可见尤其今仔夜晚吼，看足侪人来到这，啊，我也非常的欢喜。那我觉得开了眼界，因为以前对西拉雅文化其实就是都是很局限的，所以就没有真正的看过。那其实今天看了之后才觉得，哎，原来他们也有属于他们的就是祭典啊仪式，然后跟原本汉民族的那些那个宗教其实又很不一样。整个活动一直到暗时十一点，看庆仪式登场，进入了对歌调。六溪夜祭仪式是由着部落的长老主持，过程包括有请神、献祭、敬酒、看庆等等。